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产品。这个产品整个蓝色这样，有很多功能的。其实第一个功能直接这样摆，你可以当成烟灰缸，摆个烟擦擦擦擦擦都可以的，摆一些沙啊地角，就是这个可以拿来做碟，摆个匙羹摆到就可以了，摆啲菜乜剩摆喺度就得噶啦。第三，呢个可以打开，所以咧呢个可以当成碗啦。第四，呢个可以当成花盆咁样摆喺度。第五，呢个可以当成减压工具，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嘢。第六。这个可以做成一个帽，个帽摆在地方已经可以了，例如拿一个跑步机过来先，帽这样就可以了。下一个可以做成笔筒，拿几支笔过来先，一支笔咁咪就做成筆筒啦。另一個可以做成咁樣，好似冇得用。下一個可以做成，我覺得應該可以做成砧板，攞把刀去擦擦擦、斬斬斬都得噶啦。擺個紅蘿蔔啊、菜啊，斬一斬。这个东西可以当成砧板用。另一个，这个可以当成帽，这个样都可以当成，又来多次这个东西。跑步机，嗱得噶，遮，这个可以当成遮咁样用，入边转一个窿，转一个窿咁样，再当成遮。下一个。可以當成玩具咁樣玩，發揮自己嘅創意。呢個亂咁玩，掉啊、揈啊、打啊、揼啊，乜都得。總之呢個嘢多功能又有用，呢個嘢係好多功能噶，又可以打開，又可以縮細。所以我建議大家。这个东西很有用，这个还可以罩住，罩住一些人，还可以抗音，摆部手机啊，抗音，摆一个耳机，之后播着音乐的耳机啊，摆在这里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多谢大家。